各位观众好朋友，咱今仔听到的是由我张克中张医师透过咱望春风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五，伫今仔日2011年11月30日礼拜三的透早，即马12:01.25秒，咱伫空中伫遮要甲咱播出台湾海洋协会海洋之声。汉阳台湾的节目，咱的内容有健康医学、健康台湾，咱关心台湾的文化、环保、政治、文学、艺术、属龙工商，所有的议题，拢总是咱要关心的。所以咱唔忙，空中好朋友，你也使报听台湾的，即个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楼顶就楼卡。阿母叫阿爸，不过更多人来听咱海洋之声在空中的播出。十数年来，海洋之声在空中打拼，防草、防掠、防衣裳、防关、防高保、防没收器材，无所不至。但是咱为着言论的自由，咱打拼到今仔日，我们空中好朋友，借着十数年来的疼爱，继续。用小额捐款来支持伊影刷经营，你也可以用邮政微博小号2250-9738，号名台湾海洋协会。你的捐款，我会开正式的收据，和你抵税，会使抵到咱维尼多综合所得的20%5%。我们空调好朋友，你莫放杀海洋之声。这个声音，你若要可以，伫客厅直播进行的中间，热线电话2220-1798，我拨头你加一个控诉，控诉2220-1798。即时头你若有问题要问张医师，要可以要批评指教，拢会使卡，汉语之声固定你使用的0203-06933，卡通以后加起一个3。对，到张医师的办公桌啊！我伫三节看病的时间啊，拢有法度来接你的电话。咱嘛支持创世基金会，伊对在床的患者、植物人、脑性麻痹，这些人的疼爱，你若对伊有负担，你也可以用邮政微博小号22638451。号名创世基金会，你个著名宏愿站。咱今仔日2011年11月30日，算11月份最后的一个月。咱海洋之声通过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伫空中用拉少车的车机啊、收音机，有法都听得到。已经拄拄啊满6个月，这个6个月中间，咱安尼打拼，咱安尼付出真侪心神、金钱甲时间，拢总是要唤起台湾各个乡亲你对台湾的认同。所以，既然是听台湾的节目，咱拢唔忙，会伫空中陆续甲咱播出。明仔载。同款这个时间，暗时12点到2点，丁书邀请到台联党大台中的主委，咱的市议员高基展议员上线，咱要伫空中来谈真侪台湾团结联盟伊的功能，甲伊要怎来拍这次的选战。所以明仔载这时间，我们空中好朋友来收听高基展。咱台中市议员的访问，来接一个口音，2220-1798，海音之声，请讲。当面拢足认真听你的节目吼，系啊，请你卖个放背景的音乐，因为我感觉迄个足影响着我听你讲话。虽然你即摆有较细声啦，
哦，好，麻烦你。好，较细声就好啦，吼、哦。啊，咱马赛这个时间吼，咱台中市议员高基展也来到咱的线上，哦，啊，这是台联咱大台中地区的主委，哦啊，一定有真多要紧的消息会伫空中啊，甲咱报出吼、哦。咱知影今仔日10月30啊，已经跳一工啊吼，所以是。拜三的套餐，在世界上，在今仔日不发生什么要紧的代志。譬如讲，在1609年10月30，伽利略以第一次来使用望远镜来观察这个月球。你看，在1609年，400年前，人都有迄款的追求太空的知识。所以伽利略甲哥白尼后来去有宗教审判，甲判死刑，实在有够悲哀。因为因都是靠着真正观察着这个太阳系，在星哦啊伊个互相的关系，所以伊讲地动说嘛，地球是会震动的，但是伫宗教内底，哦像从罗马教廷禁止伊安尼讲，讲日头太阳咧震动呢。对东边开，对西边落，你哪使讲地球咧震动？啊，向阵的教宗教廷因都唔捌，所以这两个只好被牺牲。有时你甲看政治上，包括宗教上嘛是安尼。所以头一次伽利略，就是伫今仔日10月30来用望远镜、望远镜观察的月球。在1652年。荷兰的舰队，伫今仔日11月30，伫英国的邓杰内斯附近打败英国的舰队。你要看英国有够嚣掰，伊的船是全世界安尼走，但是叫荷兰，荷兰是算海产国啦吼、哦，啊，所以因真有够力。哦，伫迄个时阵，荷兰已经占领咱台湾啦，因为。1622年，伊就占领平湖；1624年，占领安平港，向做好做一昆新二昆新。所以伊的舰队，伊的迄个船队啊，真勇。所以伊发到伫1652年11月30，甲英国的舰队打败。这是，互你袂使忽略荷兰伫迄个年代。是世界的力量，所以台湾互管，讲起来嘛是应该啦吼，人都真正有迄个力量吼。伫1782年，美国甲英国的代表，伫今仔日11月30，伫巴黎签订初步的停战条约，因为美国的独立战争伫即天来结束。你也知影呢，美国今仔日已变作美利坚合众国。这中间是，吼、哦，甲偌济国家拢爱抬来抬去，拍来拍去，啊，真侪州拢总要独立，伫独立诶尾啊，再合合做伙变作联邦政府，哦，这是真无简单。伫1782年11月30，啊，则伫巴黎，甲英国哦，伊诶祖国，刚开始伊诶祖国啦，但是嘛，该拍，拍到尾啊，伫11月30。签订伫巴黎签订停战的条约，这是国际法律、国际法。所以向阵停战了，伊就是准备美国爱独立啊。所以美国独立战争就已经结束。后来美国就愈来愈强，变作今仔日世界警察吼、哦，这里袂使忽略伊过去迄款努力，为着伊的独立，伊嘛呢啪，哦，安尼袂晓讲的。孤单的日子吼，牺牲真多，因的子弟，但是求都是求这个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1940年11月30，日本政府宣布承认汪精卫政权。汪精卫，你知影吼？中国向阵的汪精卫这个政权，
日本宣布在11月30日承认伊。在1971年，中国和美国两个政府宣布尼克森要在72年来访问中国。那时台湾是灰头土脸，因为跟台湾已经断交，可怜的台湾啊，去以所谓的盟国来个牺牲，啊牺牲掉，伊个唔敢起手去呢，讲在论的呢，讲在吞下去呢，所以政治上有些真无奈吼。甲美国遐尼密集的台湾，伫迄个时阵，会叫尼克森总统，啊甲伊的国务卿基辛格 （Kissinger） 安尼甲出卖。在1993年11月30日，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在北京成立。是怎样中国都要特别创一个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咱台湾都无这种的协会吼。可见在中国，这款性病艾滋病是最佳，未晓预防，包括因唔知讲，未会，抽血迄个针也无换。为了欠迄个针，规个河南哦，有一个针，迄、那个针头内底80-90%去关怀人，拢总得到艾滋病。即嘛是靠咱台湾台中刚好国小毕业的何大一博士来家己用鸡尾酒疗法，造化都冻到今仔日哦，所以伫迄天宣布北京成立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2020-1798，欢迎之声，请讲。哦，刚讲到汪精卫政权，他好像在中国这个国民党政权里面比较亲，好像是比较亲日的那边。那当然认为比较正统的国民党，大概在他们反日的心情之下，他们应该是不会认同汪精卫政权，所以比较偏向国民党的资料，应该都把它说的是伪政权之类的。那如果你有看过李安导演的《色戒》这部电影的话，那个女主角就是中国的影星汤唯，她演的那个她成名作品，她演的那个女主角就是本来是学生，然后她想要，他们也有自己下游演话剧，然后他们就是想要去混入那个汪精卫政府里面想要去，反正就是想要去改变那个事情。然后梁朝伟演的男主角好像就在汪精卫政府里面任职的，他只是说，可能好像说到最后事迹败露之后，他好像还是被牺牲掉，还是怎么样？因为他原先改编那个故事的篇幅并不是叙述篇幅并不是很大，可是后来也终于被查出他真正的那个故事其实是真的。那我当然如果以中国人观点，他们大概不太认同汪精卫政府，可是不知道以我们自己的观点来讲，你认为说他们是否会真的让国民党有什么不一样？如果那个汪精卫政府一直在中国有持续下去的话，会让是否中国有共产党来的话，至少会，他们会有比较多样化的那个发展的。好，谢谢。老练从电影中间齁，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老实讲历史没办法再还原了齁。啊，有真多历史你嘛唔知道当时会变安怎，亲像伫个2000年，你敢知影阿扁啊会去选到总统？迄个根本无人想会到，但是历史都安尼出现啦。所以有时咱无得还原吼。2020-1798，汉语之声，请讲。迄个姚明吼。还有是，请讲。我咧请教你啦吼。系。石牛岭闹赛啦吼。系。像那食饭吼，食饭是。是这个，迄个时阵哦，是迄做国，迄大家咧转过时阵，拢讲，因遐拢安尼，那人讲拢，因遐中国人拢讲拢安尼，因看轻啦，啊你我唔知安尼当时在食饭哩吼。好，啊咱即空中朋友讲的吼。
底下上食饭甲食牛奶，那有啥物或者分啥物较高级、较低级？啊，大家嘛拢爱食物件。啊，在你要食牛奶、要食豆奶，你要食饭、要食糜、要食馒头、要食胖，拢总平等的吼。啊，你管你中国人有啥物讲法、看法，迄拢无三小录用，免去插戏吼。不过食牛奶会老塞是有迄款体质，咱台湾人有迄款乳糖酵素无够。啊，迄款你著食牛奶较会老，啊，咱著豆豆训练嘛，哦，本来食一杯200cc 会老，啊，你著对50cc 开始练，哦，逐工啉一撮，啉一撮，啉到尾啊适应啊，才变做75，哦，搁食一个两个月啊，适应啊改做100，啊100cc 呐适应啊，搁豆豆增加，哦，安尼，毛好多训练家对迄啊乳糖酵素缺乏的人，啊尾啊有法度啉牛奶。哦，因为牛奶里底蛋白质真济啦吼，啊，你看囡仔食老母的母奶，那无多是食牛奶，嘛好多吼发育较真水，哦，所以奶伊就里底有上好的营养分，哦，这顺续讲给观众好朋友知影吼。伫11月30日发生什么代志？伫1998年，柬埔寨的王国联合政府成立，柬埔寨啊，这个柬埔寨吼，这个国家。虽然伫1998年哦，伊成立伊个柬埔寨王国联合政府，但是这个国家游玩散甲贵都卖了。哦，你看即马大家去柬埔寨去看吴哥窟，哦，迄、那个已经荒废的遗址，但是用伫吴哥窟看到过去伊嘛曾经兴旺过，但是叫共产党侵入，哦，对因的人民斩杀，哦，迄款的斩杀。比台湾228白色恐怖倾向更加惨，更加惨吼！迄、哦、实在是咱足幸运啦吼，生伫台湾，叫中国党台也无法济啦。那伫柬埔寨迄是袂晓讲的，所以伊伫到甲1998年11月30日才啊成立联合政府哦，这嘛是大家咱来知影。啊，伫个11月30日。有什么出名的人出事无？上出名的就是1874年，丘吉尔英国的首相，伫11月30日出事。今仔日是伊的生日，啊，这个丘吉尔吼，拢加一个雪橇、雪茄啦吼，伊爱剥迄个雪茄，哇，巴肚汤啊大大。啊，伊的出名是伫1953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这个文学家。这个文人有法度来做英国的首相，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拄拄啊，伊有法度啊来担当那个时阵的职务，互人嘛跌破眼镜吼。啊，伊是到1965年才过身。在世界上曾经在11月30日来出世的啊，嘛有包括啊亨利·陶布。是美国的化学家，伊得到1983年诺贝尔化学奖，哦，甲迄个咱台湾的李远哲博士吼同款，得到诺贝尔的化学奖啊，这无简单，所以咱对伊无珍惜，或是亨利陶布，哦，但是嘛，大家咱纪念伊11月30日，即天是伊的生日吼、哦。啊，即天嘛是有人会过身，哦，有人生，嘛有人会死，哦，譬如讲。英国的物理学家威廉 Gilbert 哦，这个威廉 Gilbert 1603年11月30日来过身去哦，这是真出名的英国的物理学家。啊，伫1647年11月30日，意大利的数学家卡拉雷斯哦，伊即天来过身。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叫做王尔德 Wander， 他在1900年11月30日过身。这些名人他也有过身去的一天，亲像黄信介在1999年阿扁还没选到总统，阿扁只做到台北市长的时候，他的启蒙老师黄信介在1999年11月30日过身，啊，伊个过身
是过身伫台台病院病房，明明伊摔倒小脑出血，伫台台开刀成功，成功，但是倒伫眠床，无人愿意甲擦甲捏，叫伊起运动，叫伊起安尼吼，拍背啊，甲拍只痰，所以这个黄信介学医生倒伤久。都甲伊个甲只片吼，甲身躯内底有真侪迄款开刀了的脂肪酸脂、脂肪的迄油吼、酸啊，啊伊爬起来时吼，哎呦，遐物件拢走走出来，啪啪啪啪啪，塌塌的，像四大呆呆，连救都无得救，哦，所以伊无看到阿扁啊，啊，当选2000年的总统，迄若个加活三四个月啊，人伊都看到啊。真无奈啦吼，人生有些唔是咱法度选择的吼。啊，伫昨昏或者11月29，礼拜二，咱嘛都爱知影讲，即天啊，伫台湾曾经有啥物要紧的事情来发生。伫1997年，会记哦，向阵阿扁阿伯当选总统。在11月29迄天，民进党诶，迄个公职人员选举内底吼，哦，得票率大胜利啦！啊，咱知影吼，民进党立法委员因伫立法院诶党团要求，即马最近吼，农委会主委陈武雄落台，但是。你无多啊，你武袂赢伊啊，伊有3/4的绝对多数。哦，所以吼、哦，不管如何啦，咱看到1997年第13届县市长的选举结果，民进党伫11月29即天哦，头一届破纪录，超过国民党的席次，大大来全胜全国，过半12个县市执政权，对1989年。1993年，在各得到6席，哦啊，一骑双倍成长，得到12席，你看卖啊，和绿色执政的人口总数占台湾的71%，真多。民进党诉求的就是用地方来包围中央，这个选举的路线，啊，就开始产生，我嘛促成2000年迄届政党的论题。哦啊，送会出来插脚，啊，和国民党好好叫把它输了了。啊，变啊，2000年，接着1997年的迄、那个哦，11月29，12个县市长当选，这款的优势，可以真正来变盘。所以咱未使啊，无回忆记忆这天的日子，当然你要纪念前一天。前一天，县市长选举的时候，有许多一个真伟大的人物跪落去，11月28跪落去，哦，正好台北县长邀请当选，哦，啊，这个故事大家莫忘记的哈。2020-1798，汉语之声，请讲。嗯，你刚提到说1997年对民进党算是很关键的大胜，包括我们台中市那时候是张文英当我们的那个市长之类。可是毕竟有些事情都有好跟坏的那个循环。我想大概不是阿扁执政到了第二任的那个后期之后，就开始有一些黄衫军的那个乱，或者说因为当初没有好好的控制那个媒体，或者是张。或者说正确那个掌握，或者说整体正义没做好，所以导致说2008年之后又坠入失望的那个谷底。但所以这也是说小英执政之后是不是能够真正汲取教训，然后不要说到了小英第一都还没有做完，然后到最后就又变成那个样子了。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说像玉庄的节目竟然只有邀请台联的政治人物一次，然后其他时段全部都找民进党来宣传，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虽然说你愿意在半夜找台联的高基站的议员来宣传，但是我还是很希望说，
说你既然要经营一个本土性的电台，我是觉得也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支持本土就一定要跟民进党画上等号。那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选区，我知道有一个张耀万坚要出来选的那个选区，还是有像绿党之类的人为了环保他出来选。虽然有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绿党在这种一对一的选举里面有瓜分跳远的那种疑虑啊，但实际上世界各国都有绿党这种形态的那个政党。这个绿的意思不是支持本土派那个意思哦，那个绿在国外都是代表环保，意思就是说他们还是会希望说能够诉求那样不同的理念，然后出来发声。那当然像现在这种只能一选一的那个选制，就变成说你没有办法去掌握到一些比较特别的那个民意啊。可是我们的不分区又不是说像台联愿意找许东信去强调反 X 法的那一种理念，那可是反的主流政党的不分区有时候还是为了过度的去妥协而找某一些我们根本不要的人在里面啊，我就觉得说这就失去意义啊。所以真的很羡慕国外有那种多元化的那个政党的那个选择，想要支持环保可以有他们自己不同那个选择啊。当然也有人认为说现在是需要团结的时候，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啊。但是我总觉得说民主，如果说民主老是只有在国民党跟民进党里面去打战的话，而不是说啊没有办法说在本土派政党里面也有像台联或其他声音做一个良性的制衡，我认为真的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而且我也是觉得说经营民主电台的你不要找泛蓝的人没有关系，可是在泛绿的阵营里面也应该要有不一样的声音，让大家好好去对照一下说你要支持哪一个泛绿的政党，就是你要支持跟你不想支持或希望他改进的地方到底在哪边，这是我的看法。好，谢谢。好，老店这个看法很好齁。可惜啦，你讲的这个时机是在那时候台湾很扭曲的政治环境，你要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环境来，没有统独的问题，没有国家认同的问题齁，这个当然就很好齁。但是现在是我们卡在这个国家认同齁，给我们台湾这边给我们出不去都被终极统一还是化毒建统的情形之下这种很尖锐的对立齁，几乎容不下第二个第三个声音齁，不过你也可以容下第四个声音第五个声音齁可惜在其他日我们只能自己来让它多元嘛齁。所以孟春峰他们在日时头的时间不多我们暗时咱来尽量变化嘛，有较侪无共款的声音，安尼嘛，或多多少平衡一下，尽微薄之力，吼。拄我顶回事讲到十一月二号，民进党因有遮大的胜利，但是你会记哦，迄内底上互人懊恼，就是罗秀一已经得到肺腺癌，真严重的是，伊阁偷偷啊出院哦，出院去甲写，迄个苏贞昌的场，不顾自己身躯吊癌的艰苦，安尼个跪落去，还跪落到底吼，迄当场民众的感动啦，连迄个时候吼采访的查某记者嘛，滴滴七目屎，即款万人的场吼，跪落去的这个画面和电视安尼播出去了，像啊苏贞昌迄个进关票吼，来当选，所以迄处嘛是拄啊1997的。十一月二九，民进党大赢的前一天，28号，大家莫忘记。你也知道罗秀玉，伊想到那里聊落去，行政治这条路，因为伊来向阵吼，伫戒严的年代啦。向阵来台湾佚佗的日本早因啊，或者前田光之，前田光之伊摕到苏炳老先生吼，向阵阿无较老啊吼，苏炳先生藏伫地馆啊内底。而且咧批，叫敬重讲，这叫做叛乱呐！就要甲罗秀一掠去感化教育三年。入甲进程都是云文云武的罗秀一。伊长期关心台湾的文化以外，对艺术界一热心。特别因太太陈玉秀，迄个是后来做文建会主委，这种的吼，真有艺术的真有本土的心的可以。这款呢，以个人幽默个理性，加以擅长沟通的个性，嘛，和雕雅隆中，称许，
大家对伊评论都是政治专业清廉的白灵师。哦，结果呢，伊有法度吼、哦，后来伫立法委员选举19,661票高票蝉联立委吼、哦，后来伊虽然组成白灵师的连线四级团体，哦，用心爱台湾，可惜伊的癌嘛，拖甲闹啊，就要过身，过身才几岁，57岁，所以咱伫纪念台湾的政治。跨出一步的中间，莫忘记的前一天就是罗秀一为了苏贞昌跪落去，迄场予咱感动的日子吼。啊，10月29，嘛是有几个要紧代志，予大家知影。前一天10月28，莫白啊，哦，咱的迄个海角七号内底，这个下弦啊，这个莫白啊，心肌梗塞过身去。咱台湾失去一个国宝，诶，邦桥林家诶后代吼，啊，伊无甲人分真出名诶林家诶丰功伟业，伊啊做伊诶下弦啊，哦，伊啊乐琴啊，伫音乐内底做伊个音乐团队诶理事长，贡献伫这个艺术诶世界，这嘛是多元诶台湾才有吼。可惜伊个身躯真单薄啦，人散个薄板，啊！伫最近佫走去金门拍片吼，哦，伊算讲对海角七号出名以后，啊，有真侪啊，真侪肯定啦吼，甲政治就无共款，足无用个，啊，较吵架呢。伫昨日气候较寒冷，暗时也寒冷，啊，日头烧热，即款冷热不调个中间，无必要。就要来过身去吼、哦、啊！真大部分是亲像媒体报道的啦，心肌梗塞，当然这最后是不是爱解剖哦，验尸了才能确认，但是这个几率足悬的，这都好啦吼、哦。昨日无必要过身，昨昏再会日到，咱台中这个上伟大的好野人，伊嘛过身去，真侪空中朋友以前不听张医师讲。咱台中有一间蒙恩教会，伫惠文路迄间，就是这个大善人林东芬长老，就是樱桃香皂哦，樱桃亮肤牙膏哦，即马做足侪水平衡啊，等这化妆品，洗身躯的哦，啊，咱的迄个做地壳啦吼，啊是迄、那个啊，即乳液，即个当署长林东芬长老。伊是中孝路长老教会，哦，台中即马上大间迄间教会，上水迄间，啊，中心的长老，伊伫昨昏早会日到，啊，透早来过身去，啊，同款，甲无变啊，同款，哦，虽然84岁啊，嘛较侪岁啊，吼、哦，有高血压、糖尿病、顶这，哦，好野人病，这是免不了，哦，啊，三天前也过来张医师的病院，为着感冒，即届会感冒。啊，来看病，哦，但是无法度抵挡着这个气候的变化，煞伫昨昏会透早来过身，哦，啊，这是真伟大的一个宗教家，阁是教育家，伊的两个囡仔哦，拢总读台大啦吼，啊，叫做什么？台北医学院的医学系，啊，拢读到一半都退学啊，无爱读啊。医生啊，做医生像张医师无三小录用，救人干那救迄个鬼爷尔，但是以前去德国，这两个囝一个去德国，一个法国去读博士啊，读新学博士啦，你看卖啊，新学哦，新学博士读了，就是要救灵魂，唔是干那救人的肉体哦。大囝做个台北台湾新学院院长。第二件，做甲咱台中中明教会的主任牧师，哦，这拢是现代发生的故事。哦，这两个囡仔，拢总是细汉的时，啊，张医师看病，甲因看大汉，啊，我是伊的家庭医师，包括因爸爸伫昨昏来过身，嘛是张医师来甲做这个最后，哦，的验尸甲处理。啊，这就是互你知影讲，伊的过去所做的，就是。
这样啊，啊，咱讲有眼光啦吼，伊有法度甲伊个加善，虽然伊好嘢，但是好嘢，佮肯甲伊个加善，嘿，即马算开始，唔知几亿，亿来亿去吼，啊来关乎惠文路迄间上水个台中蒙恩教会，哦，蒙恩教会有足侪人办婚礼啦吼，演讲会拢会照遐，唔是干那关迄个壳。连土地哦，连起厝内底的设备装潢，拢总一手甲捐出来。哦啊，伫迄、那个名买甲藏伫顶头。咱普通吼、哦，若做好代志，咱的名拢爱拍伫顶头。纪念某美人吼、哦，林东芬长老捐献。伊无，伊叫迄个建筑师不准甲伊的名藏伫顶头，因为这是上天。咱的上帝赐予伊的，所以伊捐予上帝，一点啊都无哦，安尼迟疑啦，哦，所以有法度栽培出来，才会真好的囝子，哦，啊伊的两个查某囝，啊，一个是张医师做媒人哦，变媒人嫁予我的同班同学吼、哦，啊，一个嫁予啊孙德雄，前研考会的主任委员，都、就是李登辉的年代所使用的研考会。主任委员，哦，啊，这前辈拢比马英九因这人搁较早期的吼、哦，啊，等于说讲这嘛，互你啊，知影讲咱人的性命吼、哦，到尾啊，什么人拢爱登去天家啦，哦，所以因诶迄款较远的 vision， 迄款看法，唔是干那第一世间的这俗事啦，世间的代志真侪啦吼，政治的代志嘛真纷扰，哦，人会趁钱，人会都。倒会安怎拢有，但是咧，咱人总是爱死呢。请问，死后你的灵魂去倒？死后咱的灵体伫倒位啊？这都是人因有迄款特别的思考，所以两个后生拢总献乎上帝，做上帝的仆人。我再带来咱来个纪念吼。好，这个时阵咱听着音乐，随时回来现场。诊所、医学博士、丁克中张医师，也是中山医学大学兼任教授，是家庭医学科专科医师，专门健保证，是外科妇产科医生。你有任何内外小儿妇产科、耳鼻科、眼科、精神神经科的问题，包括医疗纠纷、法医鉴定，还是任何健康食品，亲像玻尿酸小分子口服液。新保肝、西里马林、大豆异黄酮、多会维他命等健康食品，你若使用的问题，你拢会使来找张克中张医师询问。药明诊所地址：台中市东区台中路73号后车头。台中市东区台中路73号后车头。控诉22227796。控诉22227796。
听说台湾咱希望台湾站起来，台中未来科诊所由郭崇明医师诊疗，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心脏血管循环系统的毛病、感冒、拍巴肚、落腮吐，包括失眠、烦躁、忧郁症等毛病。台中未来科诊所地址：台中市北区进化路332号。诊疗时间：早时8:30到12点。中昼休困，暗时6:30到9点，礼拜日甲假日休诊。询问电话：03607225，03607225。行幸福路，各位观众好朋友，即摆阁倒来现场，由我张克忠张医师。继续伫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 啊，伫线上甲咱服务啊。咱这是每礼拜一甲拜六暗时对12点甲透早4点，由台湾汉阳协会汉阳之声来制作播出的汉阳台湾。咱的内容有健康医学、健康台湾的节目，欢迎台湾国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啊，继续来收听。那唔忘观众好朋友，你有法度。用小额捐款支持，和咱这个汉语之声莫断去了吼。啊，这个微博的号码2250938，邮政微博校号2250938，号名台湾汉语协会。啊，这部进行中间，你若要call in，会记得卡咱的热线2220-1798，啊，外部头你加一个空数，空数。2220-1798，咱看到无比啊，贵姓是心肌梗塞啊。昨昏林东芬长老伊个贵姓嘛是心肌梗塞哦，所以你就知影讲，咱都爱甲心脏顾好，平常时都爱顾啦吼。2220-1798，欢迎之声，请讲。哎，你上线哦。哎、欸，嗨嗨。哎、欸，张医师好。是啊，你讲哦。我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吼。系。咱这个老大人啊吼。系。伊这个手呐、手甲脚呐水肿啊。系。啊，那水肿一直拢未退，安尼会。啊，是有治疗。会安怎？啊，是无治疗，有治疗啊无？伊是安尼啦吼。嗯。就是分别有两个病院的医生吼。系。看法无同款啦。嗯、就是有一个医生，伊讲。伊讲伊用迄个利尿剂吼，强制甲伊内底水甲排掉了吼、哦。啊，但是另外一个医生伊讲，啊，伊心脏的衰竭，心脏遐无啥力、啊，水吼嘛袂当甲拖甲离离离，所以伊认为讲，逐天的水嘛是爱互伊有够600cc，吼、哦、啊，但是因为安尼关系，说全伊的水说一直水肿，一直说全也无效，哎呀啊。伊敢有高血压，敢有腰椎病，这两样。伊高血压，伊长期拢有服用高血压的药啊，咧控制。哦，算有咧治疗嘛吼。诶、欸，啊有腰椎的病无？肾脏衰竭。腰椎改成小块呢，那款。小块啦吼。嗯。那这款情形，我建议啦吼，应该是爱用利尿剂，是检查利尿剂的种类真侪。哦，你免用吸管，讲多一种用了，伊会疲劳，会旧筋会烂的迄种，伊会使保留钾离子的。哦，啊，佮伊买使另外一种的，或者要让水分较少的方法，就是用迄款毛地黄之类的，伊就会强心嘛，强心了，让心脏好，伊自然水分就会放掉。哦，对对对。所以双管齐下就好啊，并无甚物困难啦、啊。
两个讲法拢对啦，但是做法会使有迄个说商榷的余地吼、嗯。你若用毛地黄落去帮助伊理水，嗯、啊嘛是水也无去啊。哎，卖好伤济水较好啦，啊，拢总拖个打打打，当然是袂使。哎、嗯，啊，这都爱看伊的临床经过，医生会甲你评断啦咧，吼。谢谢。啊，咱这位朋友讲啊，这是较复杂的问题，因为要甲这个人是不是会使会脱水到讲伊爱降个血压，因为脱水也是咱利尿都会和血压降低呢。古早吼，上简单的血压的治疗就是利尿剂尔。这是上俗、上简单、阁上久长。啊，刚才有一项讲，利尿久人会较懒，食离子会较无去，啊，人会较疲劳，啊，甚至会旧筋。哦，啊，这款呢，咱当然爱预防啦，所以爱用不同款的利尿剂。哦，咱有 Cyazide、Lasix 这种会甲钠甲钾流失，啊，你也使用 Ardactone 的保钾，甲钾离子留下来，吼、哦，一个钠。啊，氯化钠会流掉，但是钾会留下来。哦，啊，你若讲两项拢未使惊极端，因为钾伤高对心脏不好。啊，你也使用 Ardactone， 就是 Ardactone 加 Cyazide 的混合剂。啊，这款呢，医生拢知啦。所以，哦，啊，你若找医生解释，哦，啊，特别讲到毛地黄的，哦，咱讲充血性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晓得右心衰竭的时阵，你再用毛地黄之类的来回强心，强心的中间一自然对利尿吼。哦，当然我都一直问你讲油脂有问题无？就是有个人伊的油脂是属于迄款肾丝球肾炎，甚至还佫有一种肾脏综合病症群哦 ，nephrotic syndrome 啊，这种诶，伊的蛋白尿对较明显哦，啊，伊的身躯内底血内底白蛋白也较少。球蛋白较济，伊个总蛋白量会少去，特别惊个 nephrotic syndrome， 哦，肾脏综合病症群的时阵，伊个胆固醇会足高呢，哦，啊内底肾机能会较无好，像这种诶，你用利尿剂嘛无效呢，用强心剂嘛无效呢，迄个用类固醇呢，再用美国仙丹呢，美国仙丹甲油脂诶功能够好，伊造化都修补迄、那个啊，咱肾丝球诶渗透。哦，迄咱的迄尿管 collecting tube 这类伊个渗透会出问题。啊，这款时阵头前讲迄两三项拢无路用，都还用啥？都用类固醇，类固醇在好多修补呢。哦，所以这我查太济咧，吼，啊你啊 glomerulonephritis 肾丝球肾炎，这个是另外一种诶，是血压球出问题，伊需要是禁盐，伊需要是血压控制又好，啊，卖好有几个出血。蛋白尿好降低，血压来控制又好，安尼一自然就会好去。啊、所以，吼、哦，这中间吼，患者也是爱医生，啊，医生上好就是，卖好无同款的科都咧相搭。哦，你若找像阮这种叫做啥，家庭医学科，就是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耳鼻科吼，杂七杂八，拢总甲你考虑再来，甲你整合性的治疗，啊，都免多呀，你无地无教啊吼，这。啊，讲者互咱参考安尼吼。啊，咱看到无必要甲林东峰长老心肌梗塞的贵身吼，特别要提醒，后日会清冷哦，后日的清冷，伫个这个半暝，我甲你保证，阁有真侪八九十岁人自然对个贵身去，啊，这是无奈啦，哦，因为你用较久的器官，你嘛无多二十四点钟久好好人，你甲。插管甲监视，哦，用迄个 monitor 监视器啊，底下你个叮咚，底下你个无人做个安尼啦吼。所以有时啊，我看看诶，讲哎，亲像宝贝啊，哦，亲像林东峰长老，哇，这哦，拢还真好过啦。伊安尼话断开就断开安尼吼，啊，拢无共安尼，落烦着吼。哦，啊，迄嘛是讲起一个幸福呢。无嘟嘟是较歹了吼，你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吼，2220-1798，喊一声，请讲。医师你好，你好，好医师，您一杯小茶休困者。系，医师头拄我讲吼，医师话救无几个人吼，其实无影。医师吼，我感觉你吼有真强的信用吼，做中心嘛，好像像团队甲牧师同款，安尼无咧介绍。哈哈，无影啦，差这样咯。一个成果安尼，敢若付出尔。头拄啊，人讲吼，啥物奶啥物奶吼，啉了会使食，会使食袂。即吼，不管啥物牛奶、羊奶吼、母奶，拢会使食。
但是吼、哦、有一项冷袂使食，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冷袂使食。中国国民党的冷来食了到底吼、哦，你人自然的讲白贼，会做出吼违背良心的代志。你看最近这两天吼、哦，那个国民党有一个迄个发言人叫什么伊啊嘿啊，讲咱迄个蔡主席去看迄东江。要过新，东港过新去，这代志是假。另外，这都是吃国民党的迄个冷水，吃了伤多所造成的，所以大家爱注意。再来，我要讲的就是吼，国民党的文宣的手段，甲着迄个请着迄个周小姐出来，嘿，国民党的迄个文宣的手段吼，不管是迄个花博、宴会，还是梦想家，还是棉花园哦，咱即摆吼，咱调料吼，咱都要好好甲查，有假资讯无，有假资讯吼，都要甲透露出来。过来就是专吼开咱老百姓的钱的做表演吼，你拿伫现场看国民党当选，替国民党迄个邮票，都爱马上甲提出告诉，互伊点去。诶、好像就棉花园迄个什么什么风迄个啊，什么什么吹风啊，嘿，伊若无去，棉花园嘛是啊伫咧，棉花园无损伤嘛是会当继续表演得着。嘿，过来哦，嗯，迄、那个周小姐吼，伊拢要。即几天拢滴滴吼，狠心要替阿舅啊，迄个邮票安尼啊。但是我感觉阿舅啊，伊出来替阿舅啊邮是无效的，因为周小姐吼应该会知影，即个阿舅即个人吼无啥物个资格，搁做出来做这个领导人啦。你看伊较早咧选举时阵，甲大家咧点头，伊就用手甲甲捏落去。啊，搁去外国，人讲问讲，啊恁迄个马前氏会忝的，伊讲这马前氏啊无做代志啊，你忝啥物？对。啊，搁伊去啥物，叫来讲庆历的时阵，搁甲请。即吼，即无啥物种种情形来，来当看出讲吼，伊无啥物资格通去做生理啊。啊，佫有一项代志，我要请问阿舅啊，你啊看即嘛路边哦，暗巷内底哦，半暝啊哦，拢会定来看到迄种迄个欧巴桑啊，啊，真侪年纪欧巴桑啊，拖着叮当的脚步，伫迄个暗巷内底，拖着在迄个破里啊架捡里纸，即种情形伫阿边啊咧做的时阵无呢？你讲迄、那个？迄、那个工厂丢了了，去中国大陆去等啊，去等啊生产，互少年的都那像鸟食同款，四界飞，厝的人无人通去照顾是大人，少年的讨无食，无遐多通嫁出来是照顾是大人。你阿舅话，你要搁调落，互这种代志，搁来发生吗？我希望吼，你爱家己检讨一下，唔通搁出来硬碰风。啊，即阵讲到这个碰风哦，中国人上好碰风啦。较早迄个啥物咧关公吼，咧提车咧看吼。啊，提远远讲叫做正气凛然啦，啊，讲目睭迄个面红红，啊，讲是迄个正气超人啦。但是目前徛伫伊阿兄来看吼，提远是老花眼呢。啊，那迄个面红讲面正，迄是迄、那个高血压，高血压袂迄个现象咧。意思讲对不对？对吼、哦。所以国民党诶，恁唔当假，假就对碰风安在吼。好，谢谢哈、啊。多谢。哦，这真传神吼。啊、哦，咱都知影讲啊，使讲到这个洞吼，使海了了啦，海角嘛唔知变哪讲啊。恁个中常委哦，迄、那个阿姨啊，都会安尼，真无人情啊。人家讲出来，哎，拢讲实在话，都安尼个批评，请伊指教尔，讲哦，对三日的拢总过啦，规旁安尼讲过安尼，哇、哦啊，这使离谱啦吼啊，个个家己可能嘛知影讲理亏啊，讲什么明仔要飞人机坐咧啥，要去遐讲。慰问还是啥会？哇！迄哪有人要好入去？无甲拍伫外口，共同高卡吼，都足好个啊！吼，啊，佫想要去甲慰问，无啦，人袂使较无人性啦吼。咱政治诶，迄款啊操作，哦，你代表中国党诶呢？你是中常委呢？哦，你安尼大放厥词啊，口才也袂歹吼，啊，佫安尼咬安尼吼，安尼乌龙舌头，但是即款较无人性诶做法吼，啊，但是中国党就是安尼啊。哦，去买迄电器啊！哦，贵安尼，讲要甲买偌济啦，讲五千公斤啦吼。哇，这当然好啦，咱但是你啊对水器咧，水器你都无敢顾，安尼那会掉。啊，其他个较济种类，散的都是即个卖不出去的，看相较无好的，电度较无够的。啊，即个人真正一斤两块啊，有诶扣掉箱啊钱。啊，扣掉迄抓落个钱，根本都一斤都不够两块嘞。啊，这款嘞你是别安怎讲讲？拜托个啊，叫迄农民去遐听，就是讲起啊农嘞，到尾啊讲是种稻的农，啊都遐作秀，啊大行都是拢是假，哦，拢总是作秀。啊，这阵人吼、哦，咱都迄朋友讲的，真公道啦，吼、哦，对于拢
啊，形容了真实在。啊，咱五万空中朋友大家都要有这款的概念，哦，甲这点人做伙会叫大衰掉。哦，因拢是安尼，不食人间烟火啦吼，关伫冷气房内底啊，食好肥肥，叫好推推，穿好水水，等下薪水啊，唔知影咱的艰苦。哦，咱在地听台湾这个土地人，拢是苦干实干，啊，有真侪付出，真侪牺牲。哦，像我拄下讲的，无八啊嘛是牺牲，六十四岁无到六十六啦吼，嘛过身去啊。啊，林东峰长老，这好命的人应该是会使吼，真好，诶，迄款颐养天年，但是八十四岁嘛过身去啊吼。啊，这拢总无分啦，观察是第四人，唔是第老人，啊，咱大家要这款的结果吼。好，啊，咱这时阵先休困，听这音乐，啊，随时回来现场。诊所医学博士张克中张医师，也是中山医学大学兼任教授，是家庭医学科专科医师，专门健保前，是外科妇产科医生。你有任何内外小儿妇产科、耳鼻科、眼科、精神神经科的问题，包括医疗纠纷、法医鉴定，还是任何健康食品，亲像玻尿酸小分子口服液、新保肝、西里马林、大豆异黄酮、多会维他命等健康食品，你若使用的问题，你拢会使来找张克中张医师询问。药明诊所地址：台中市东区台中路73号后车头。台中市东区台中路73号后车头。控诉2222-7796。控诉2222-7796。听说台湾，咱希望台湾站起来。台中贵来科诊所由郭崇明医师诊疗，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心脏血管循环系统的毛病。感冒、拍巴肚、漏塞吐，包括失眠、烦躁、忧郁症等毛病。台中贵来科诊所地址：台中市北区进化路332号。诊疗时间：早时8:30到12点，中昼休困；暗时6:30到9点。礼拜日甲假日休诊。询问电话：控诉2360-7225，控诉2360-7225。台湾
咱一位歌。台湾是咱母亲的名，但是大家那唔敢叫，大家那么强调你都是台湾人，你唔是中国人，因为伊唔知影嘛。你嘛在原谅因家人去用教育家，伊就是伊是中国人，咱甲中国人坎坷奈，咱是南岛语系的，南岛语系吼，波利尼西亚语言这个系统的 ，Australia 这个族群呢，伊属于人类学内底叫做马来种。啊，这人类学都甲你讲清楚，但是政治学甲你黑白话，黑白甲你洗脑，洗到尾啊，大家煞失去信心。哦，所以咱都爱强调母亲的名叫台湾。咱即马听到的是由我张克中张医师透过望春风广播电台 FM 89.5，伫今仔日2011年11月30日礼拜三的透早啊，即马是已经1:02啦。啊，咱听到这个由台湾海洋协会海洋之声制作播出的海洋台湾，咱的内容有健康医学、健康台湾，只要是要让台湾较健康的，哦，不管环保的啦、政治的啦、文化的啦，啊，不管是文学、艺术的啦、属龙工商的，哎，这种总是咱关心的议题呢。啊，咱十数年来安尼拍拼，改严了，咱就拼拼到今仔日啦，那无哦。咱有法度给台湾这么多多元的声音、哦、所以明天在这个时间张医师会邀请到台联咱大台中的主任委员高基展台中市议员，现在咱大台中他、哦、虽然是后里那边算出来，但是也好做大台中的市议员高基展，这个苦干实干对基展做起的公务员做起的也这个台中市议员，哦，伊是鹅龙的啦，哦，屏东龙专，台中高龙，即个正式的鹅龙、塔龙的出身呢，所以对农业的代志更加清楚，哦，咱会使明仔载来请教，真侪即个台湾农委会做对做唔对的，咱拢会使讲清楚、说明白，吼、哦。阿曼公的好朋友，你嘛借着十数年来对海洋之声的疼爱。继续用收益捐款来个支持，你也使用邮政微博小号22509738，号名台湾海洋协会。啊，你的捐款，我咧开正式的收据，倘我互你滴水，滴个几年多的20%哦。还有说列举申报，五分之会使扣掉。无你这条税金本来交去有中国党，提起有办自强活动，我伊去啊。变相的买票，可以去乌龙隧道，嘿，那会对。偏偏税金要交，你不如交捐予台湾海洋传播协会。咱用听台湾，佫会使替这个海洋之声影刷经营，尽一丝丝啦的力量吼。咱现场播出的是口音的电话是22201798，我拨头加一个控诉，控诉22201798，那日时。你有代志要问张医师，要口音，哦，要批评指教，会使卡海洋之声以前咱固定咧使用这支口音的电话，02-03-06-933，卡通以后加起一个3，对来到现场哈。那、哦、么支持创世基金会，因对这植物人、栽种的人的贡献，你嘛使甲捐款哈。22201798，海洋之声，请讲。哎，你上线哦。喂，系系，你经医师，哈，系系，你好，哈，你好。哎，这我亲目看的，迄白树在左边啦，哈，哈，嘿，在左边的是啦，左边哈，哎，算讲咱等到时啊，哈，就无有当时有睡有觉，不啊，无睡有觉，算。在部队啦，吼、哦，哎，但是落手唔好，吼、哦，有一队的士官队都在阮营区训练啦，嘿，哦，啊，伊个士官队的，遐
遐士官士官，迄个教训班的遐啊吼。哎、哦。咱伫阮也可以训练啦。哎。哦，啊那。算咱十二点外，啊，看拢伫个迄个化困啊，拢摕一个纸篓伫个咳屎啦。嗯。迄二十几年前来，民进党也未成立啦，那他要成立去当尊啦。嗯。哦。啊伊，哦。啊，那拢伫个只咳一包一包一包啦。嘿。哦。一包一包的啥物件？拢屎就对啦。晒，哎，啊，提别从花莲，提花莲，提花莲，提花莲啦，哦，提花莲哦，哎，啊，别从啥？啊，伊暗早民进党要去遐游行啦，要去遐演讲啦。哦，啊，别甲因结的吼。哎嘿嘿。哦，哦，啊，当作民进党要未，要未成立啦吼。拢要当过啊。当过也是哦。啊，迄当作啦吼。嗯。啊！你即摆个接落，伊若有着晒火，伊就散开去啊啦。哦，用晒干结咯，遮尔恶劣哦。你迄当中我拢捌啥物人，我只捌一个看相尔。哦。厦门看相，伊就知啊。嗯嗯嗯。你当初民进党也未成立。哦，好好好。好，啊，多谢你提供这个这个消息。看相就知啊。哦，好。你要到。要的啊，吼，啥物人我也唔捌啦，有啦但是我是十空岁尔。对啦对啦，这是啥？我只捌一个看相尔啦。好，多谢。啊，伊阿妈吼，伊阿民进党要去阿演讲啦。啊，真正有结无？有啊，有结啦。哦。伊个树瓜队啊，吼，也是结落，吼。啊，伊双方也难结落啦，吼。嗯明仔载看啊九点外啊，嗯，哦，明仔载也难接啦，哦，啊，明仔载看啊九点外啊，看起来就放假，哦，啊，拢全变好，嗯嗯嗯，拢全变好，厦门看一下，看一下就知影。好，好，多谢你提供这个吼信息，啊，这嘛，和你看出讲像当时的国民党吼，真正垃圾波，这足垃圾的，刚决赛哦，哪有垃圾过呢？哦，啊，像阵结了过程刚就使放假吼、哦，所以像阵啊做兵的时啊，咱对着些放假的代志拢斤斤计较，大家嘛拢尽量要放假对无？啊，你看到讲啊做这款垃圾代志，替人去安尼决赛，哦，去安尼，甲人迄款党外的阵容甲拍散还是啥吼？这款垃圾部啊，你也问可英雄吼，问迄个做周清玉，因国较侪故事。古早因选举的时，像国民党会掉。时间到吼，你号做验票的时，电费怎花的？电费花去的中间，伊就把票箱规个换过。啊，像阵也无监察员，啊无点迄个票数，啊伊安尼大数据安尼换票桶呢，即款垃圾部也咧做。啊，过来，有人咧监督的时吼，伊哦手搞迄号做迄个印泥，啊入去内底吼，那看到是。到党外，伊就甲迄个人边啊，佮甲你搞这个印尼，所以叫做哆来咪啦，哆来咪发嗦，咱弹琴嘛吼，啊，都喺选票顶头甲伊订订好，变作废票。啊，那选因国民党诶，哦，伊就甲迄张票无甲你哆来咪安尼，啊，像即款垃圾包吼，真顶。啊，上食啦咧，伫个米勒多事件时，哦，迄即马哦，即马现在东海大学诶副校长。伊向阵咧做兵伫高雄，伊种奇怪，啊那阮做兵，预备军官做兵吼，啊都暗时爱休困啊，啊那伫边啊，有迄个部队伫遐咧操，啊操是安怎啦？训练安怎防拍？吼、哦，安怎去用拍？安怎拔刀？安怎去用弓？训练防拍哦，啊伊唔知虾米代志啦。后来才知讲，哇，十一月初九训练呢，伊家己看到的。伫十一月，十二月初九训练的吼，遐个军队哦，啊，防惊啊，防拍迄种的，都是十二月初十，美利都事件，迄刚好做世界人权日、世界人权日，要伫遐先正后报，哦，用叫做催泪瓦斯弹，甲所有人拢围围起来，互人走未出去，啊，伫大艰苦中间，大家冲冲冲，要冲出一个重围。
啊，当然爱甲电报部队拍，拍的是啊，进行一工吼，底下惊啊，强拍，爱安怎摆倒迄阵人，都照安尼啦，哦，样板演出，哦，啊都安尼暴徒哦，哦，即个游行的人，伫世界人权日，啊无提武器，底下咧游行的人是暴民，哦，只要甲遐人掠掠起来，唔则形成美丽岛事件。哦，向中叫掠起来的人内底有单脚，有靠，迄个做迄黄信介，哦啊，施明德，哦啊，姚嘉文，哦林义雄，单脚啊，太侪咧啦吼！迄遐个代志，那无迄个比咧做事件，玩弄这人，拍这人，啊，尾啊闹今仔台湾的民主。所以台湾今天的民主就是拢国民党家己做出来，所以伊若要过即届借着迄个什么议啊吼，讲迄款安尼欺负民进党的党工，啊人都已经丢眼，最后一口气甲你支持，啊这也甲你讲，这就是作假。啊，企业的代志嘛是安尼，都有影有一斤两块的，人这是要放弃你农业政策来创好，安尼来甲你创天气天势，啊来甲你。乌龙蛇多，要骗人，咁骗的过，即个媒体较无遐多，互你拢总控制啊。哦，所以即款情下面会做做啥？会做做亲像向当时啦，破赛也好啦，惊啊跋倒的啦，惊啊去用拍的，即个美丽岛事件的发生的，拢总是替党外即卖的迄个反对党来做算，顶多是替民进党来做算，替台联党来做算。我、哦、唔相信你再看卖啊，将会十四票开出来。你要知道他们自己做了多幸运，会让台湾人倒单啦，倒单的时候跟三米九清洁案同样，清洁案做到天衣无缝、哦、你们自己的人去开枪，又要嫁祸民进党，又要让做阿扁跟刘秀莲是假的，用雷射刀自己画一刀假的就枪、哦、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你也看这次、哦、在中国剁手，这到底是做假还是真的？哦，但是你啊，照看迄资料，哎，你定咧怀疑讲中国的公安，凡是哦，伊是要做做敢若讲啊脱责任吼，要紧结案，所以玩弄这个恶之上。但是一个人的手放伫个石头顶头，啊，用刀啊，安尼抬十六刀，迄、那个十六刀拢抬同款的位置，迄。普通，咱去用台币安尼台呢？伊甲你扑的是你手会过来过去，相拢伫无同款的位置呢。啊，佮甲台迄菜刀，有这个耳机上的指纹哦。你啊 DNA 迄度喷着火，迄拢有，但是伊那有伊的指纹。这个歹刀，开人了，结在这个池塘内底去用火起来。啊，这内底有这个耳机上的指纹。哦，啊！伊过去迄间菜刀店有经过，有摄到伊入去内底诶闭路电视监视器，即吼、哦、你若解释未通吼、哦，未通啦。哦，即款诶，咱嘛未使讲讲中国公安办诶十项拢是假，人嘛是有真诶。台湾人有贪心，哦，惊啊盗险诶、保险诶，啊要去用即款诶，因为伊迄个某是中国某啊。中国部有可能啦、啊，做这款假吼，啊，这个调的，诶，台湾人都叫骗去，配合演出，唔知讲，你鸡卵鸭卵白白都胖，你要做鳖，唔是每一个人拢发做个只水亏，你若唔是真内行诶，你要骗这治安政治单位，伊比你比较巧，那何里骗得去？所以几落行安尼配合起来，看看也是。咱台湾这里看唔到哦，虽然替伊出来讲的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召开记者会，伊来化休讲啊玩弄啊啥会吼，但是一切的物件摊在阳光下了吼，咱用正骨来恭维哦，咱可以拭目以待。啊，拄我讲到心肌梗塞人的事吼，因为后日拜五的温度是降到13度，这款的冷对。咱惯系较弱的台湾人无惯系，咱会顶多会叫血筋缩硬，缩硬就足侪人会个动脑筋，
的中风甲心脏病，所以张医师伫两工前先大家大声吼，呼吁厝内底闹事大人，伫明后日即款清冷的日子，一定要特别穿好烧，吼、哦，还有暖炉啦、暖暖包啦，吼、哦，古早阮叫做水柜啦，吼、哦，水柜啦，迄款拢爱穿的呢，吼、哦，那无吼，即较侪岁是大人，真正脱袂过哦，这项爱特别特别提醒吼、哦，啊，咱看到环保的团体吼，甲咱讲讲细旋为氟为例，超标超标意思是超过标准，肺癌。一年一年增加啦，哦，这是台湾北中南各地区诶细悬浮微粒，为 PM 2.5 严重超过标准，民众诶气，煞敢若空气滤清器，医界环保团体，哦，伫昨昏到总统府头前来叫马区长参加后个月由民间团体主办诶。细悬浮微粒对个人健康的影响，甲对策各方会议，并且叫三个党的总统候选人拢证实这个台湾空气污染的严重性，提出改善的政策甲时间表。哦，啊，这吼、哦、你也知影，你若每增加十个微克，咱每一个人都要减少223天的生命。咱即马伫台湾的西边，就是。这个台西这个附近吼、哦，已经超过37到95微克，37到95，意思将近4倍到9倍，啊，4倍到9倍，啊，你甲乘迄个减少223天的寿命，将近要一年啊，等于减3年甲减7-8年，咱每一个人本来使计划3年到7。还是8年的人，为着台湾的空气污染，咱会减血数。哦，啊，这款呢，我讲长脑筋甲心脏病死吼，拢、哦、较好死。啊，那肺哦变肺癌，迄是张医师上惊的一种癌，因为你袂很死，你知道？啊，肺豆豆水滴滴积，纤维组织滴滴，哦，咱讲浸润，甲煞鼠同款，人读较清楚，啊，一直上中。一直未喘气，未喘气，几落工后再安尼来敲，迄是足恐怖，阁足惊吓的啦。哦，你若长脑筋，一声人都无感觉。哦，心脏病喘未起来，就过星期迄种真短，就来，互你失去迄、那个哦惊吓。哦，甚至根本都伫困的中间就过身，所以真都无啥物通好惊。哦，啊，你若是台湾的这种污染。超过37到95微克呢，迄才是真大的问题啦吼！大家咱来重视哦，而且啊，咱特别是线上讲好空中朋友，大家知影吼。好，这个时间咱嘛是搁听这音乐啊，随时搁登来现场。心灵对心宽，
万粒的番薯仔，暗点点不出声，勇敢叫出母亲的名，台湾啊，台湾啊。中药民诊所医学博士张克中张医师，也是中山医学大学兼任教授，是家庭医学科专科医师，专门健保证，是外科妇产科医生。你有任何内外小儿妇产科、耳鼻科、眼科、精神神经科的问题，包括医疗纠纷、法医鉴定，还是任何健康食品，亲像玻尿酸小分子口服液、新保肝、西里马林、大豆异黄酮、多会维他命等健康食品，要怎使用的问题，你拢会使来找张克中张医师询问。药明诊所地址：台中市东区台中路73号后车头。台中市东区台中路73号后车头。控诉22227796。控诉22227796。听说台湾，咱希望台湾站起来。台中贵来科诊所由郭崇明医师诊疗，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心脏血管循环系统的毛病。感冒、拍巴肚、漏塞吐，包括失眠、烦躁、忧郁症等毛病。台中贵来科诊所地址：台中市北区进化路332号。诊疗时间：早时8:30到12点，中昼休困；暗时6:30到9点。礼拜日甲假日休诊。询问电话：控诉。23607225，控诉23607225。各位空中好朋友，咱即马阁倒来现场，由我张克中张医师继续伫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 啊，伫线上甲咱服务啊，咱海洋之声甲咱播出的海洋台湾内容有健康医学、健康台湾，所以毋忘空中好朋友播搁较侪，咱的空中好朋友来听咱海洋之声啊，这个啊要紧。关心台湾所有议题、多元的议题的节目啊，最近新加坡的前总统李光耀吼出新的册，指出前总统李登辉曾经建议中国、台湾甲新加坡三方共同成立船运公司，但是江泽民无接受，因为对李登辉
家己，比如伊是摩西啦，非常受气。李光耀曾正式发表这个册，叫做《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的路》，双语。哦，新加坡就是新加坡语。哦，因嘛用华语加用英语。哦，啊，这是伊一生的挑战。啊，这本册内底透露回顾早年推广双语的困难。哦，啊，佮嘛透露向阵甲台湾、甲中国啊，即个过去的代志吼。册内底伊李光耀讲家己吼，袂晓讲华语，是袂晓甲蒋经国建立好的关系。哦，所以一定爱会晓讲。啊，新加坡的军队嘛袂讲上来台湾训练，所以伊会晓讲华语，可以有这个方便性。哦，咱台湾向做一个星光专案，和新加坡的军队伫台湾训练。啊，新加坡咱讲起来是差不多今仔一个新北市遐大尔吼。啊，一个小小的所在，当然用迄款半戒严，迄款阿爸的迄款通知，有法度甲新加坡关了袂歹。哦，你小叔，你若台湾呐，一个台北市还是新北市？我咱凊彩上来管嘛，法度管甲真好。你看阿扁啊，做台北市长的迄个年代嘛，管甲足好个啊，管甲公务人员唔敢偷鸡摸狗。哦，伊雄雄的走入去台北市政府下面的迄、那个哦商店街，看有人伫遐点头摸伫遐买菜无？哦，啊伊的上班的时间走入去办公室看，多些人无伫遐。啊，伫上班的时阵有市民去市政府，哦，甚至爱泡茶，啊，请伊坐，啊来，哦，开讲，啉一杯，总是爱有礼貌就对了。啊，这款代志，你若全台湾，你甲你新加坡比起来，当然大济啊喏，哎，十倍以上嘛，对不？所以你新加坡会用做乖乖牌，接受中国的控制吼，迄咱拢无会讲。啊，李登辉。伊讲伊是摩西出埃及啊，哦，伊摩西出埃及，这是圣经的故事，就是古早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伊去用掠去埃及做奴隶，哦，所以你甲看埃及这个古国啊，有，譬如说金字塔这个国家，有埃及艳后法老王这个国家，像当时嘛真嚣掰啊，占领偌济别人的国家。连以色列都叫掠去遐做伊的奴隶，哦，但是伫摩西的年代，摩西发现着，欸，伊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呢，伊毋是埃及这个皇族，虽然伊是伊的客家，但是伊的血缘是属于以色列人，伊是犹太人啊，甲因迄个埃及人牵过奶啊。啊！你即马虽然甲我认做王子，因为法老王的查某囝，伫遐吼，伫迄、那个啊河流溪啊内底的山区的时，捡到这个用，比如说一个敢那世代船啊吼啊，咱讲就是要甲这囡仔放水流啦，因为向阵的法老王对出世的囡仔拢爱杀死。特别是十步婴啊，但是摩西的老母啊，唔甘这个囡仔照王的规定吼，甲钉好死啊，就要用一个亲像腰拿，迄款世代船啊型的吼，未入水的，甲放水流。他拄好叫这个法老王的查某囝捡去，查某囝是妹妹啦吼，法老王的小妹仔款捡去，啊捡去了。啊！就啊，带转去王宫饲，饲大汉了，迄、那个名叫做摩西，嚯、哦，伊个武功嘛真好，教育嘛足好个。伊若住伫以色列，不住伫埃及，永远伫遐服侍埃及的遐法老吼，哇，伊个前途不得了。但是伊知影讲伊是
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不是埃及人，我住吃香喝辣，我的百姓，我的同胞在那里水深火热，他当然反恐，所以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哦，这个故事是很精彩。哦，你来看那圣经，在古约圣经叫做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啊，李登辉前总统有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对这个出埃及的故事很清楚。他虽然和国民党使用，但是他的心内他是台湾人，他要救台湾出中国党的魔爪。所以他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啊。哦，这和向准的江德明啊，现在江德明想要带起来，走路就会人惨啊。哦，李登辉虽然开过大长的刀，可能身体还比较勇啊。哦，这两个咱来看嘛，看谁挡较久吼。即个寒流，看倒一个挡会过，咱唔知啦吼。咱嘛不爱预言，但是至少互你知影讲，人李登辉伊有挺台湾，伊有用伊的心栽培台联的出现，和台湾各无共款的声音，各较敢讲台湾甲中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哦，你爱想办法，爱变作一个国家，得到家己的主权嘛，无永远能做人事，安尼敢对？哦，这我相信，咱都爱肯定。啊，这个精神，啊，这个讲法，由前新加坡的前总理，即嘛因的主政李光耀来讲出，写伫伊的册内底，我相信这真正确吼，大家咱来反省吼。啊，即嘛台湾呢，中国党的政府嘛都在对巴纽案的公款，哦，所以伫美国来控告金济酒专家啦，哦，这个金济酒就是个阿扁啊，向尊，哦，巴纽案内底，巴布亚纽基尼亚2980万美金，诶，这个钱吼、哦、交予金济酒，哇，金济酒上下其手，甲你安那。乌龙蛇都安那贪安那歪，啊！这个国民党古早的部署嘛，哦，因为人都是会使安尼上下其手，啊，所以去予中国党诶，即个叫别下提起，搁要偌滑变啊！哦，甲总统府遐秘书啥物话拢总来关，到即马才知影讲我玩弄啊，区议员啊，你嘛玩弄啊！向村的外交部长、黄部长，你嘛冤枉啊！但是已经甲你破赛，甲你抹臭了。即嘛向伊在讲多，人都已经切心嘛，你知无？所以哦，唉，所以唔好甲中国党甲做伙啦，甲做伙你哦，安怎死你都唔知，可怜啊，可怜。咱看到漳州一搭。有报道一个死囚死刑犯会使关伊的邮寄，完成了移植手术。哦，因为唔忍心伊阿姊，讲每天洗邮寄四届。这个报道吼，律师反对，因为你讲唔对，那有一天洗邮寄四届，一礼拜四届啦。哦，一礼拜四届，一三五礼拜。啊，是二四六三届，这拢有可能。无人一天洗四届，啊，一礼拜就二十八届，那惊死人！无这款的洗油机啦，吼。好啦，这记者未晓报唔到，啊，咱原谅伊啦，吼。但是这个死刑犯伫个欠罚进程，啊，愿意来关伊娃娃的人的油机来给伊阿姊啊，哦，这嘛是。一种的悔悟的表现啦、啊，吼、哦，忏悔啊，有安尼疼痛伊的阿姊，啊，这咱嘛大家拍拍手吼、哦。虽然伊法律上爱互枪杀，但是不管如何啦，伊付出伊的代价，但是伊嘛做人的根本吼、哦、啊，有安疼伊的亲人，这也有人性啦吼。那、哦、么大家啊，来介安尼。加加油齁、哦、来咱来接一个口音 ,2220,1798, 还有几项加工。
咱台湾吼变做迄个喜肾哦，变做迄个第一名咧，所以等下当请医师讲，为什么迄个喜肾会遮严重？会当甲阮甲大家介绍一下。好，我过来去讲迄个，迄、那个中国党食中国国用牛奶了吼，会变做虾米款的人？我举几下例来向大家说明一下。咱这三冬来吼，都是种水果吼，无去哦，迄个国民党甲着阿舅啊吼，甲配合中国吼，签假合约去害着。你看，迄、那个柳丁啦、金蕉啦，啊，到目前的起啊。咱咧讲就是咧讲，即个农业的生产大多医师嘛有讲到啊，啊但是即个刘正宏安站出来讲，食恁食了上少站出来讲，讲要迄、那个要来提高啊。我请问即个刘正宏，你甲迄个半暝啊，甲迄个水迄、那个水切较远哦，安夹头乌掉啊，害死一个阿婆啊，自杀哦，你拢也无出来回击的咧。啊，要开工嘛苦，你嘛去找迄种石头地啊，去挖迄种会当种植的地，啊，互迄、那个一个乌巴桑一生的寄托甲希望拢无去。安尼，这种诶物件，你敢无也无回事咧？你要提出来告什么民进党安怎？即、這个你个一个刘玉如讲，若无承认九二共识，台湾就是锁国。啊，锁国是迄个拢无向外国，迄、那个出去外国参观啊。啊，较早国民党讲啊阿扁啊锁国时阵，逐工诶桃园机场安尼飞几啊万人去外国，所以我白讲话啊，意思。迄、那个刘玉如，因妈妈敢是迄个什么中国广播公司迄个有贪污走去美国迄个是毋是？应该毋是迄个啦，刘玉如是迄个以前吼，立法院院长，啊，佮带后带迄个某，啊，迄个某吼，迄个某不去代表世界银行开会，不去中国头一次台湾派官员吼，啊，伊手插咧胸坎嘛，袂佮伊唱国歌的时，佮伊尊敬迄个啦。安尼哦，迄个走镜，我误会啊。哎，迄个走镜，较无同款。我过来讲这白菜嘞，你也看迄个国民党的领食了吼，讲白菜的代志拢作多。你看迄个屏东较早有迄个石斑鱼啊，石斑鱼废了后，讲叫人做迄个太阳能发电啊。当然太阳能发电了，则无要共收啊。哦。那无要共收啊，害则大家老百姓钱落落嗯。即无要共收，害大家拢了啊，一块地啊，对不对？所以咱台湾乡亲，你想看卖啊咧？你敢每个为着一款啊一出来的钱，还是为着一寡人情，无去考虑到国家社会，甲即个咱家己咱子孙的将来，要搁到国民党立法委员嘛？搁来我讲者迄个阿舅也无能力的代志啊。较早八八水灾了吼，迄、那个军用的港口哦，冻啊，作水迄种漂流木，迄种木材，害着迄个郑水港，咱台湾都无几只。无几个鉴定，害着一个鉴定为着要使保护迄个郑水港，徛起迄个瞭望台观顶，啊，大海涌一个来，煞全落落，全死亡去。所以阿舅啊，这个能力，你看，无当个统筹指挥整个系统，无统筹指挥，还这个鉴定安尼徛到去，这个鉴定哦，你老听着我讲个，半暝就要去找阿舅啊，算小嘿。好多谢哈。好啦，啊，咱这空调朋友讲到迄、那个，现在台湾《西游记》也较济吼，啊，而且你也知影《西游记》的年会哦。拢是真低，你若讲是七八十岁已经得糖尿病，啊，有迄个说高血压，啊，有血高，到七八十以后来西游记的，这无遗憾，这全世界拢差不多是有这款的趋势吼。但是伫台湾西游记，那量济啦，年岁阁降低，哦啊，原因伫倒位啊，就是因乌白。食迄个什么药啊啦吼，补药啊啦吼，什么七里散啦吼，六笑死啦吼，啊什么香药啊，哦，啊要当大人诶啦，拢即款诶，啊即款物件都是啊，古早也无医学的事，啊古早汉医吼，因向阵无迄个其他一个吼检验技术，嘛毋知影即款药啊内底较补诶，遐拢算是重金属较侪。哦啊，甚至也有一挂对油脂有损害的成分，哦，包括伫一二十年前，高雄南部为着减肥有一种减肥草，哦，或者手工木，啊，这手工木呢，食落去，唔呐讲油脂害去，连鱼都害去，肺纤维化，为爱换鱼呢，哦，就这款就是以讹传讹，大家讲 哦，这手工木哦卖足贵啊，一斤听讲3000块。啊，咱就来种都啊，家己种，啊，家己种完啊，哦，伊嘛还原了未歹，哦，啊，家己慢了怎怎来啉，啉啉的害啊，迄鱼才害去，比空气污染更加严重。啊，这人咧等啥？
但讲多一工老人有法度换气，肺移植手术有法度无？等啊，等当时多一人，譬如讲庆杀了三回，有一年陈进兴、林春生、高天明这三个杀人、强奸、抢劫的这个案件，尾啊死刑，陈进兴的戏，就啊要予台北营造一个戏有纤维化的人，啊是戏干嘛啥吼？那才电视播出来了，啊，迄、那个要接受陈进兴的戏的人，看到迄个电视讲哇，啊，确定要关的迄个戏要予伊的是陈进兴的，伊只古传呢。伊卖啊！伊要等别人诶，即个卖啊啦！好不容易等到这个血型一下 ，HDL 抗原过一下，啊！你若关落去，你都顶头生啊！啊！陈进兴也毋是迄个人诶头脑，互你，你也未变做陈进兴。啊！敢若知影讲狼心狗肺，啊！就甲陈进兴诶戏，这个中性的肺，啊！无感情，啊！无思想诶戏，安尼甲牺牲掉，囥较嗨去呢？台北营造无你嘛，紧通知台湾，抑阁多一角欠戏。哦，我的团队走来遐甲你做。高阳向总就是为着减肥潮，足侪人乌白食，食食的吼，人暴啊都食，啊食到尾啊拢西游记，甲这个纤维化。啊，高阳向总足侪人咧担这个戏，结果狼心狗肺的陈进兴的戏，居然讲。无甲部队南部，互因进去移植，偌济人就啊足扼腕呢。我阿迄中间会发生这代志，就是互大家知影讲，足爱人甲咱报，爱好心啦。哎呦，你著食啥较好？哦，像张医师最近有时间，另外一手发作啊，我伫43岁，我都发作一届，啊，这届无同款的手发作。啊，所以我的牵手就替我排迄个电脑啦吼，叫我看到讲，哎呀，太安呢，啊那张医师你遐重的物件，家己无排，叫恁牵手你排，啊，我牵手讲，哎，阿姨都有时间阁发作吼，啊，真趣味，互我治疗有时间的人，两三礼拜就好去啊，我家己哦，43岁迄届是治疗两三个月才好，所以做医生无三小路用，都是安尼啦。哦，阮普通较少运动，拢坐办公室的。哦，啊，为着爱用电脑，即马大家拢排咧走。啊，电脑有一个重量，啊，我搁爱翕相，迄大台卡米拉，迄职业用的吼，甲记者用的同款，迄款卡米拉排咧走。夭寿，迄道道的，迄真正是会排架安尼，腰会起一边，你知道？啊，所以我的有时间比人较恶好，这当然的啦。我家己嘛承认啦，吼。虽然平平认真治疗，但是尾也拢会好啦吼。不过这中间真正是安尼，吼，很冷酸疼，暗时困的是手爱藏枕头呢，贴一个位啊。你若无贴迄个位哦，看下困的是去扭到会疼较醒起来。哦啊，这款的时阵，我嘛食迄个消炎止疼、非类固醇类的解热镇痛剂，或是 NSAID。这个 NSAID 的药啊，对这些痛疼、闪着。吹气疼、脑疼，哦，甚至有时间拢足有效的啦。但是咧，要食两三个月，你若成功食，迄、那个药量若超过，我家己做医生，我也嘛爱西药剂，啊，你知影意思吼？就是讲这个，和你知影讲，药啊愈好诶，愈强诶，伊的副作用嘛愈大。啊，特别你唔知影成分，你搁听人讲，爱都报人报你落去，啊，我会牵手。甲人讲啊，张医师即马都拄啊有时间吼，安尼听几落工哦，十吹高卡称臭头膏药，即系唔是做医生嘅人哦。既然来推荐，讲叫我来去找倒一个超骨嘅，倒一个滚头师傅，吼、哦，来转山起来食，讲解飞天唱地啦。哦，这就是伫孔子嘅门前咧卖素书啦。哦啊，这。伫关公的头前，你人关刀啦，哦，这是形容词啦，我就不爱用这中国的这些人来做譬如吼、哦。不过，要让大家知影，大家拢做好心，会甲你报，伊唔是歹意啊，一定有迄个经验。哦，啊，当时些人啊都，哦，多些观察听袂好啊，找相都较紧好。哎呦，啊，这听这样咯，因为我看了我的患者，
为了去用报，吃到连高中哦，咱台中二中的高中生哦，为了吃这些抓出来的草药啊，吃到西游记啦，你是有法度？啊，这不是一个例而已，我只是讲一个例让咱知道，真多人在这中间安尼来牺牲伊后半世人，死是未死啦，因为西游记吼，一三五二四六吼，哦，你安尼死都发到计划一二十年拢无问题，未像古早无报就毒都爱死，哦，但是嘛莫掉啦吼，莫掉就是爱保护大家知影，药物的使用你爱请教医生，医生会给你用上少的量达到上大的效果。上少的量都是让你较未伤到身躯，啊，伊个效果佫达到上大，啊，这就是药啊，用药啊的艺术嘛，伊毋是今日一个技术尔，伊佫是艺术。啊，这你若找家庭医师吼，家庭医师就是佮伊整合啦，哦，伊佮你整合起来，所有经应该安怎治疗较拄好，多些药会使淘汰，多些药毋使毋免重复，无你去。一个年岁侪四大人吼，去看病一概看到两三颗，两三颗的药啊拢重复，啊你也吃唔到，你就提早西药剂，特别较少年的人，在台湾足侪三四十岁股票族哦，早起那呢，啊因就是人家补减肥药啊，啊迄减肥药内底有安非他命，迄种成分啊，食个西药剂，够可怜哦。这些当中，咱大家咱来注意吼。好啦，这个时阵咱嘛是搁听一下音乐，随时回来现场。林金硕医学博士，丁克中张医师，也是中山医学大学兼任教授，是家庭医学科专科医师，专门健保前是外科妇产科医生。你有任何内外小儿妇产科、耳鼻科、眼科、精神神经科的问题，包括医疗纠纷、法医鉴定，还是任何健康食品，亲像玻尿酸小分子口服液、新宝肝、西里马林、大豆异黄酮、多会维他命等健康食品，你若使用的问题，你拢会使来找张克中张医师询问。药明诊所地址：台中市东区台中路73号后车头。台中市东区台中路73号后车头。控诉22227796。控诉22227796。听说台湾，咱希望台湾站起来。台中贵来科诊所由郭崇明医师诊疗，
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心脏血管循环系统的毛病、感冒、拍巴肚、漏塞吐，包括失眠、烦躁、忧郁症等毛病。台中未来科诊所地址：台中市北区进化路332号。诊疗时间：早时8:30到12点，中昼休困，暗时6:30到9点。礼拜日甲假日休诊。询问电话：03607225，03607225。各位观众朋友，今仔个登来现场，由我张克中、张医师啊，继续伫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 啊，伫线上甲咱服务啊，咱不过继续甲咱讲一寡健康诶议题，亲像咱诶大肠癌吼，占一半拢总是有遗传，所以你诶四大人得着大肠癌诶迄个年岁，你甲靠15年，大概就是你有可能。有一半的机会会得到大肠癌的会所、哦、所以特别爱小心啊。张医师已经在线上几落摆甲咱空中好朋友讲，今年阁剩一个月哦，你若50至70岁，两年内底毋捌做过大肠癌的迄个大便筛检，用大便落去筛检，就法度查出来早期的癌、哦、所以你若是有需要服务的。唔免阁家己开呢，即健保替人开呢。你用健保就会使来验这个大肠癌的筛检，哦，阁剩一个月哦。所以，空调朋友，你若需要中医师服务的，唔免客气，哦，你爱紧来，谈好把握这个筛检，因为伫台湾吼，食好肥肥，叫好推推，穿好水水，单领薪水，食好做健康的内面精致食品。哦，较好野人咧食诶，哦，较有哦，咱讲龙虾啦、蟹啦、鳗啦、北来啊，然后啊油脂较侪啦，即种会容易变大肠癌，特别到鼻结哦，你都大肠癌诶唯一选择。你看李登辉前总统嘛得大肠癌，杨志松博士顶礼拜过身去嘛是大肠癌，大肠癌毋是侪岁人才会得呢。哦，伊个四大人也捌钓过，你也看伊个囡仔，一半拢是减15，迄个年会会钓，所以在普通时养成每天有大便的习惯，养成卖闭结，在食一寡青菜水果，食一寡高纤维吼高高纤的食品，哦，啊，即个拢总是普通时都要注意啦吼，啊，你老注意，你就减少。就了这款遗传性大肠癌的机会，当然有一种的是家族多发性大肠息肉症，哦，伊这嘛是 hereditary idiopathic familial polyposis， 哇，这足复杂的，都、就是家族性的大肠的烂三巴多发性的这种病，啊，这绝对会变癌。你在伫个大概15岁之前吼，甲这肠啊大肠挂掉，无掉癌先甲挂掉，无唔知影5年10年后，必然拄啊讲遗传性的大肠癌，搁较搞掉，这是一定会掉的。所以这款呢，爱搁较提早甲大肠无病哦，来甲挂好掉，可以将来有法度靠小肠，伊嘛法度甲人。同款，活甲百岁年老，我、哦、当然这中间无大肠，所以大便真紧就漏屎，较麻烦。啊，你可能爱食太空食品，哦，来避免迄个漏屎，啊，加迄款的困扰吼、哦。最后甲大家报，有人讲丢癌才知伊丢了艾滋病啦，因为艾滋病产生这种叫做卡波西萨克嘛，卡波西的这种。肺癌的这种，等到伊两个目睭失明，才知影讲，这个癌是来自哦艾滋病
哦，这有够冤枉吼。所以咱明仔载十二月初一，就是艾滋病的防治日，防治艾滋病的这个要紧的日子，全世界拢纪念这个日子吼。那你给全程使用保险套，阿加随手携带保鲜膜。哦，咱要预防艾滋病，性生活除了阿婆单一性伴侣的以外，你拢爱怀疑，你有可能去用喂，所以你爱全程使用保险套。啊，上好说随手携带保鲜膜，就是你要跟人做伙进行，迄人你无熟悉，你要甲伊一夜情的，除了保险套以外，你目到的哦，边仔的街边啦、南湖啦啦、迄南趴的所在啦、下树啦，拢会去丢嘛，所以你要贴保鲜膜料才会使做伙。啊，这不可空中好朋友知影吼、哦。好啦，今日讲到这，多谢大家收听，再会。海鹰那夜头，海水底在走，春风就吹咱心肝，满地水青好。